事到如今，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开口表白，这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和瑶瑶有任何共同话题吗？他看的书，你看得懂吗？他念的诗，你能对得上来吗？ 我听说，那个文墨轩晚上又约瑶瑶一起去图书馆学习呢。你也知道，说是学习，但实际上……不过还是谢谢姚学姐，昨天晚上陪我打了3个小时的电话，给我关心、鼓励我。 聊这么开心，好啊，不能忍。好，您的奶茶，谢谢啊，2杯奶茶。 小木头，尤老师，我不准你跟文墨轩约会。我和文墨轩约会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看到了。那你这杯奶茶是给谁买的？嗯，这杯奶茶，哎呀，怎么还没进去？大家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了。是给我买的呗，谢谢。哦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嗯。所以你。 不是跟文墨轩约会啊？我们是在准备学校文化展。哦，但是尤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原来只是虚惊一场，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必须得加快进度，让他知道我朋友的心意。 超哥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一种粗暴的，一种温柔的。粗暴的，我怕我朋友受不了，那就温柔一点的。那就暗示吧。暗示。这数量好高啊！这看着还行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，看着这个还行。吃饭吧。 不行，暗示法对他这个木头脑袋根本就不管用，必须得加大力度。那就刺激法。怎么刺激？让他吃醋。真的吗，尤老师？你也太幽默了吧！哎，昨天唱歌怎么样？是不是我唱歌特别好听啊？ 尤老师，这次跟你一起，真是太幸运了。看不出来我专门给你留的位置吗？我也是。看什么看？哎，我们快吃菜，没位置了，要吃自己找位置。好的，尤老师，给你点这个。好。嗯，这个好好吃。尤老师，这个豆腐很好吃，这个也很好吃。嗯，我们吃这个，你尝这个。 不做辣的，不行啊！这招对他完全不管用。超哥，有没有什么力度更大一点的？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什么？开口表白？表白，这不太好吧？在情感的道路上。 总要有人先迈出那一步，对方面对你朋友无动于衷，所以只能你朋友迈出那一步。
漂白。